好啦，买咗呢个黄色嘅奇异果，话中间系红色嘅噃，咁劏一个出嚟睇下系唔系先啊？咦，見到紅色啊，中間係紅色啊，哎呀，係喎，真係喎，中間就好似幅相咁樣啊。好，試下先，試下味道如何先。比起綠色的呢，它甜一點，但是就不夠純黃色的甜，都 OK 喎，不過第一次見，所以買來試一下。